好了，啊，我们还有两个。哎呀！哎呀！还有剩两个筐子。干嘛？早知道刚才把它全喂掉。全喂掉，下次再喂那个羊。再喂那个羊，哎呀，才六颗，它也吃不饱，那是它的 snack， 好不好？它的主食不是那个。我知道。对啊。好了，我们这一次很开心啊。Kansas 是什么？什么？你要干嘛？嗯，拍那个。哦，拍。Kansas City Zoo。哦 ，OK。Kansas City Zoo。哦，很好玩啊！天哪！哎呀，真的是一大堆动物。哎。终于也看到我们非洲主角大象，不是狮子，大家都是主角，大家都是上帝创造的宝贝，对不对？包括蛇也是，包括蛇也是，可是我就是怕它们。对啊，哎。哇，停车场，哎，今天也不会晒，对啊，今天不会太晒，啊，晒也是有一点，像现在你不戴太阳眼镜的话，你就要感受到，哦，我敢保证你把那个太阳眼镜拿下来的话，你本身那个眼睛应该会立刻变黑，会变色啊，呼。耶，美好的动物一天。那真的幸好我们今天来，不是昨天来。嗯。今天来真的舒服很多。啊，对呀。哇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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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脚走了一阵天。哈哈。为了 animal。Animals， 我愿意。还记得我们朋友就是这个树下，好像是，没错。哎，真好呀，又寂寞。对呀、啊。停到漂亮的位置。对呀、啊，今天也不会晒。待会下午的节目是饮茶，没有了，找一个好吃的餐厅。现在到吃吗？没有了，我这个走路都走饱了。先回去休息一下。还好了，休息一下。然后到时候我可能会想要买那个钻石奖的那个手背台的。哦，对啊，可以提供。对，可以这样。可是有点想要外卖一杯，昨天那个泰国餐厅的那杯泰 ice coffee。啊，我觉得好喝，他那一个 ice coffee。那只是那个 ice coffee 啊。对啊，就外带那个。外带的。有专属了，我昨天试穿的时候。好了。那就去他的专属了，泰国 ice coffee， 我们来了。哦，今天玩开心了。国动物园规划真的很好，你看这里那么大的地方，哦，对不对？对啊。现在就是给那个大笨象的地方，大笨很大。哦，这么大，哇！反正它是很长的一个地方给那只，我不晓得有多少只象。嗨。所以我觉得他们就是有那么大的地方可以规划比较好的，动物园给那些动物居住。哦、它不是就是小。对啊。8-0-7。哇。Welcome to Africa.
好了，我们现在进入 Kansas。You are here。然后要过去另外一端。啊哈。这里有很多动物等着我们。很多动物等着我们。还是要这样。蜜蜂在吃我的午餐。啊？你很像大餐椅。那我。哎呀！乖啦！Thank you all so much for joining us here today at Sea Lion Square. Hey. This is the U.S. Fair. Hopefully, you did this show for Sea Lion. Bye, bye.啊，好像表演完了，对啊。哎呀，我的汉堡包冷掉啦！老婆，表演完毕了，那个海狮。表演完毕了。他们都去哪了？还在那边呢。哎，剩下就是大概。那个什么什么服务员在喂鱼啊之类的，对啊，对啊，看到了，
好了，下去水里面了啊，吃饭了。